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20年5月19号，星期二，农历是4月27。好，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们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哎，感恩师父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师父，对不起，我中文不是很好。请师父看一下我的妹妹，2009年说，她10岁就来月事了，这是不是她前世的业障？看一下啊，几年属什么的？09年属牛的。09年属牛的。是啊，哎呦，她身上有灵性哦。她这个是过去的，用现在的医学上来讲叫早熟呀，身体早熟呀。其实用玄学上来讲，他这个就是犯邪淫呀，过去上辈子犯邪淫呀。像这种孩子早熟的话会早亡的呀，所以你要叫他要把业障消掉，如果不消掉业障的话，他活得不会太长的呀。你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就知道了。你比方说热带地区的国家，他们平均的寿命就30多岁呀，他们十几岁就开始像正常发育一样了，听得懂吗？就是听得懂是。好吗？感恩师父。他还有呢，他就是脸上一直有退不了的痘痘，有很多痘痘，就是热呀，热性的话就会促成他各方面成熟的早呀。你要知道脸上有这么多东西长出来，我问你里边会不会长？外面会长，家里会不会长？听得懂吗？如果你们家的蘑菇种的呢，你种到已经到了你们家门口都是蘑菇了，你说你们家里会不会，如果只要有可以种蘑菇的地方，是不是也会长？比方说你们家的庭院，对不对啊？庭院里的蘑菇都长到外面去了，那就是接触皮肤呀。实际上像他要吃，要吃穿心莲的，吃一个中药叫穿心莲，非常好的。好的，感谢师傅。而且要他以后到稍微凉一点的地方去，就比方说比较冷一点的地方去。好，感恩师傅。然后呢？这个妹妹呢，她就是她会生气，然后会生气的很厉害，然后生气的时候就会不吃饭不理人，灵性呀，灵性呀，有灵性啊。我刚刚已经看到了，是一个小青年，一个男的小青年。好的。应该是他需要多少？应该是我来问他要经的。请问师傅，他需要多少小房子？看一下啊，几年呢？感谢。09年属牛的。09年属牛的。现在要念86章。好，感恩师傅。还要给他放生啊。还要放生。这孩子你要多给他念心经啊，要许愿，最好另外再要许愿，最好许愿1万遍心经啊。好的。因为这个心经的话，念了之后会让他身上啊消除他很多的肿块。这孩子现在身上，我刚刚看他图腾啊，他的肠子里啊有息肉，而且他的那个手啊，血液血管壁啊都很粗糙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嗯，然后请师傅帮忙看一下我的妈妈属龙的。什么？看一下身体。是76年属龙的，看一下身体，他心脏。76年属龙的是吧？是的。妈妈，你妈妈年纪也不大，但是显得蛮苍老，圆脸，她是圆脸，是的，看到了，人挺好的，嘴巴不好，喜欢讲话。讲了太多了，是的，不应该讲的，他讲了太多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感恩师傅。
这个心脏就是很久很久了，就不是很好。文师傅，他这个需要多少小房子？心脏是吧？嗯嗯，看一下。你再讲一遍，几几年属什么？他是76年属龙的。哦，心脏现在还过得去了，就是虚啊。哦。他是遗传的心脏有问题啊，嗯。哦，是的，是的。啊，他不是现在，他现在还过得去，我看他也用不着搭桥什么，就是血脉不和呀，血上不来呀，手发麻呀。哦，手发麻，脚发麻呀，就是这样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而且手脚都会凉啊。嗯。是是是，对。啊，就这样。嗯。问题还不大，就是叫他自己要好好的，要改毛病了。嗯。哦。你请问，那就是说，我妈妈她修行上方面有个毛病。念经呀，念心经呀。哦。叫他念心经啊！你妈妈有杀业呀。嗯。哦。沙叶知道了。嗯，懂。请问他需要多少小房子呢？140张。140张。好吧。请慢慢念，慢慢念没关系的。哦，好。请师傅看一下他的莲花，他的莲花是17261。17261啊。嗯。17261还在啊，不是太好。哦，长得不是太好。哦，嗯，死不掉。嗯，放心好了。哦，嗯，好，好了。嗯，请师傅最后也开示我一下，我有什么毛病需要改正的？我是98年属虎的。前怕狼后怕虎啊。嗯。哦。你这个人做事情不干脆啊。好，啊，像女人一样的。嗯，对对对，啊，性格比较柔性一点，明白了吗？是，不想得罪人，最后还是得罪人；不想跟人家作恶，最后还是跟人家作恶。因为你这个人到底的话，你压不到底的呀。表面上看起来你好像可以压到底的，把自己压到底，但是实际上到了一定的时候，你就耐不住了呀。哦。明白了吗？请问师傅，我这个要开智慧啊，多念点开智慧的经啊，加念心经加上准提神咒，而且你这孩子不顺利啊，听得懂吗？哦，做什么事情不顺利啊，明白吗？总有人嫉妒啊，你已经算老实了，还有人嫉妒。哦，感谢师傅。好了，请师傅看一下我的莲花，17262。嗯，不是很好，在还在。哦，哦，好。好了，好了，不能再问了。嗯，感恩师傅，好，感恩师傅，再见啊，感恩，好，再见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。喂，你好。喂，您好，请问是台长吗？我是，嗯。哦，您好，台长，我想请台长帮忙看一位王看一位王人，叫陈金倩。第二个什么字啊？耳东城，金色的金，然后一个人字旁，一个青色的青，一个倩字。听不懂啊。第三个字是什么写的？一个人，一个青，青色的青。啊，倩。竹倩。啊，就是。倩，竹倩。啊，就是那个。啊，17年走的。就是叶倩文的那个倩。嗯。对。陈金倩，金色的金是吧？对，男的女的？女的。陈金倩。哦，他上不去，他在阿修罗道。嗯。哦，他请问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，他可以上得到天上？嗯，我试试看吧，67张，看看能不能到天界吧，好吧。哦好的好的请问一下，那个他女儿有给他念过大约100张，看他收到多少张。陈金倩啊，74张。嗯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感谢。请问这个亡人还有附在他大女儿身上吗？因为他大女儿最近这两年跟他的孙子闹矛盾，闹得非常厉害。是啊，在啊。看是不是在啊，
就是、就是他还没到阿修罗之前，他到阿修罗是刚刚大概应该是五个月之前刚刚上去，嗯，五个月。哦，上去现在还没有上去之前都在他大女儿身上，嗯。哦，因为他们两个在生的时候就很不好，对、啊，关系很不好，所以现在应该好一点了。哦，因为刚刚上去他还会下来搞搞他，嗯，而且是搞得特别厉害、哦、嗯，对，他现在越来越严重了、啊、对呀、啊、那就是业障，他的这个债没还完呀，你叫他要还的，你不给他小房子的话他搞死他了，他现在搞他的腿和腰啊，嗯，哦，就搞这个大女儿对吗？哎，大女儿的腿和腰还有颈椎还有眼睛痛。哦，所以他这个二女儿是学心灵法门的，就是说他超度他母亲上到天上的话，那他们这个大女儿的这个冤结也会化解对吗？都会，如果你给他念到一定的程度、哦、他走掉了嘛就算了，他现在已经刚刚进阿修罗道，他就是有恨心呀、嗯、哦、人会有恨心的呀、嗯、的的，明白了吗？好的好的，感恩台长啊。再看到一位亡人叫郑启辉，啊、关尔正，哎，然后起身的起，然后灰色的灰，灰色的灰啊，就是那个灰了，对，就是灰色的灰，颜色那个灰色的颜色的灰，起来的起是吧？对，起来的起，郑启辉，男的，什么时候走的？啊、不清楚什么时候走的。他不好啊。对不起、啊。他不好，他在中阴身啊，嗯，做鬼啊。嗯。哦，他好像走应该至少有六七年以上了，还在中阴身。嗯。哦、啊，请问他需要多少张？他有受苦吗？你记住了、嗯，很多人他就生活在地府里面的。哦。并不是地狱啊，你要知道啊。地狱它是什么日子啊？地狱它是你要受惩罚了，你做错了，他才下去的、哦。一般的不坏不好的人做鬼呀，不一定每个人下去都投胎的呀。所以为什么庙里要超度了？庙里讲的超度就是超度到人道呀，明白了吗？哦，那他在地府有受苦吗？没有，嗯，正常的。哦，那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可以超上天呢？很难，180张，试试看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吧。好，非常感恩台长，非常感恩台长。好了，好了，谢谢台长，好，谢谢，再见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什么？哎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哎，师傅你好。你好。我是81年属鸡的，去年参加过您的法会。哎，81年属鸡的。经验不啦？是1981年属鸡。我说你经验不念念经嘛？我刚是去年新加坡法会刚入门，还刚刚没开始念经呢。没开始念经不看的，因为我帮你看了之后，他灵性找不到你，没办法，因为你不念经，他会来找我的。那我现在已经开始念经，但是念的不多，就是有时候念，有时候不念。吹呀、啊，念什么经啊？啊、就是念那个，就是那个准提神咒、大悲咒，还有那个礼佛忏悔文那个。礼佛大忏悔文。啊，我看你没好好念呢，只能帮你稍微看看。谢谢师傅，我好不容易打通了。你想看什么讲啊？我想81年暑期看看我这个身体和这个事业怎么样。事业嘛，以前我帮助了不少人。你帮助不少人的话，你都有目的的，你讲什么？不，我真的没有目的，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。好了好了好了、嗯、像你这种刚刚学的人，我们所有的听众全听得懂，所以你用不着跟我讲的。谢谢师父、刚刚学佛的人个个都有道理，每个人都是抵赖、嗯、他没有觉悟的人呢有什么用了、啊、我跟你讲的话你不听的话，你来打进电话来干嘛了？对对对，我听，对不对呀、啊？你说，对，没有什么话好讲的呀。你自己，你自己的业障你自己背。像你这种人，对人家好起来，哎呦拍的嘞，
哎呦，对人家不好的，马上就离开人家，太现实了，太自私了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就这个毛病啊，你这种毛病，我告诉你，沽名钓誉的，你会得不到菩萨的保佑，所以很多事情明明要到快了，要好快了，要拿到了就没了，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样啦？对对，好了，这个问题呀、啊，这问题嘛就是你自己没修好呀。要好好念经的呀，赶快念心经了，你不念心经没用的，而且你还吃荤的。对。你吃荤的话，你想想看你什么气场啊，你告诉我。对对对。啊，你说说看你长出来的肉里边全是猪的肉，猪的肉猪吃什么？吃糠的。你去吃糠，吃它长出来的肉都是那种臭的嘞，脏的嘞。你吃到肚子里，你长出来的肉也是臭的嘞，脏的嘞。你说菩萨怎么保佑你啊？对对对，你吃鸡肉，鸡是吃什么？吃软虫卵的。鸡在什么地方生活啊？脏的嘞，阴沟边上。你去吃它的肉，它长出来的肉你都敢吃？你说说看，还要讲啊？嗯嗯，谢谢师傅。好了，跟你说的，你所以不会顺利的呀。你自己嘛，在还有一个问题呢，你还是好色，自己要当心点了。是是，自己要改的。你要在师父面前，我告诉你，你等于没穿衣服一样的，我全部帮你看到了。对对对，你现在要彻底要改变的话，你就必须要彻底跟菩萨许愿，真的要放下。嗯、你要实实在在，不要再哎呦这个人有利益了，马上啊拼命的拍啊，你就老老实实，我告诉你。嗯嗯、你老老实实凭自己的本事，你再等个一段时间，你就会飞黄腾达。你一个人东钻西钻，钻到最后，等到你好不容易钻了，这个人都倒下来了。好了，你跟着他一起倒霉，还要我讲啊？你听不懂啊？事业不好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？明白明白。好了，师父帮你讲到底了，你就好好念准提神咒。那么就是心想事成的经，心经，那么自己开点智慧，真的许个愿，先不吃活的、嗯，一点点来吧。嗯，你对我现在已经是不吃鲜活的，然后一下子就吃素了。对呀、啊，你先说不吃活的，已经算很大的功德了，千万不能吃活的东西，明白了吗？然后有的时候让人帮我带放生，师傅，我身体怎么样？肾脏不好，左肾不工作，还有啊腰不好。嗯，颈椎不好，嗯，对，有一个胳膊，这个肩膀这里特别酸痛，嗯，对对对对，哎，你都知道了，你好好努力了，真的没有意思的，女人男人都一样，很可怜的，你让他喜欢你，然后把人家又抛弃了，你说说看，如果是你姐妹呢，是你自己的姐姐妹妹被人家这样的，这样的话不诚实的，他会有报应的呀，这种人。明白了吗？我要改啊，真的要改啊！长得小帅哥一个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不得了了。我告诉你呀、啊，慢慢会变的。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倒霉了就该你倒霉了。听不懂啊？明白明白，师傅。好了，明白了吗？师傅，那我这个事业，我能再理解，能帮我再开悟一下，我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？你现在事业运，我就告诉你要踏踏实实，靠自己本事。嗯，不要去跟着某一个人，靠自己的本事吃饭，听得懂吗？明白明白。因为你如果不靠自己的本事，你哪怕在公司里边，在事业单位或者在企业单位，你就是实实在靠本事。我哪怕今天是个文书，是个秘书，我也是老老实实工作，你才会有飞黄腾达呢。明白。啊，你跳跃式的都会。掉下来的呀，跳得越高，掉得越低呀，听不懂啊？明白。念经啊，赶快念经啊！不靠菩萨保佑会倒霉的。嗯，好的，朋友，师傅，我就再多问一句，就我一个朋友欠我的钱挺多的，这个数字，他会还我吗？一个香港人。这个人。可以，大概可以还你一半多一点吧。嗯，好，你盯着他，你盯着他吧，因为他认为那个多出来的很多的一半以上的东西，他觉得你是不应该拿的，所以他不会
还你那么多，他现在就说他没钱，但是你叫他先还本的话，他会的。好的，我讲话你听得懂了不啦？听得懂了。好了好了，师傅明白了。好好念经啊。那我这就是我身体的话，就是到老的话，就是肾脏不好是吗？肾脏啊，你的肾脏左面已经不大工作了，还有就是肝脏，肝脏也当心。好的，明白了吗？还有就是脑子啊，你现在别看你脑子快得不得了啊，你以后老年痴呆啊，什么都记不住啊。啊？那我能到多少？这个能到多少岁啊？这能看吗？你现在几岁啊？我现在39，今年七。你至少到64岁，64岁的时候，你的脑子就啪一下子明显的衰退了。好的。好吧，除非你吃多念心经，吃点软磷脂吧。好的，我是现在一心想做房地产，你觉得我做房地产这个业务能行吗？你不要骗人，实实在在卖房子，你还是有财运的。你这个人如果跟着人家骗，我告诉你，你去看你的晚年，你就是赚来很多钱，你就现在已经给你报应了。很多钱你赚来的话，后来不是被人家就骗走了吗？还要我讲啊？明白明白。还被女人骗，还要我讲啊？纷纷这个纷纷那个纷纷就没了，老实一点的。好了好了，再见了。那我要注意什么？好了好了，不能给你这么多时间了，结束了。好好修心了，谢谢啊！再见。好，谢谢，再见，谢谢师傅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师傅你好。你好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嗯。师傅辛苦了。师傅，请帮忙看一下一个同学的父亲，1942年属马，男的，胃癌。请师傅看一下，师傅需要手术。是几年啊？1942年属马的。对，男的。哦。嗯，哎呦，他要割掉很多肠子哦，哎呦，有，他是胃癌，师傅，嗯，对呀、啊，他的胃啊、哦，胃啊，割掉很多肠子的呀。哦。嗯。那师傅他还是需要手术是吗？你等等啊。嗯，好，感恩师傅。几年的？1942年，属马。嗯，他还能再熬一阵子的，嗯。熬一阵子啊。熬一阵子，看看能不能吃些中药调理调理吧，不是那种。好的。吃中成药吧，比较便宜点，而且反而很好，就是不停的吃那个香砂养胃丸，再去检查一下，如他自己有感觉的呀，他现在胃酸呢、啊，而且肠胃像堵塞一样，吃下去他就不动了呀，嗯。好的。好吧，好的，试试看吧、嗯，要看看他还吃荤不吃荤的、嗯。他如果吃荤的话、嗯，还是不行的。好的，让他许愿吃全素，对吗，师傅？哎呀，马上啦、嗯，否则否则动手术的话，我告诉你、嗯，动完手术也活不了几年了，就这么简单的。嗯，好的，好，感谢师傅。那师傅他已经许了800张小房子和放生10000条鱼，可以吗？吃荤的没有用的，你比方说你这个人吃素的人。嗯，你许了800张、嗯，他就是比方说700张左右的能量，600张、嗯、700张，像他这种一半能量都不到的，嗯、没用的。好的，好，我让他自己听录音，感恩师傅啊。好的，感恩师傅开始。胃癌的话，不要再什么面子啦、嗯，就跟人家说我吃素，嗯、人家问你为什么，你就告诉他医生说的，我不能再吃荤了，胃癌了。嗯嗯，什么面子啦？死了比死总会好听一点吧。对，嗯，好了，好的，好，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师傅接下来看一个亡人，叫杨苏敏，杨是木易杨，淑女的淑，敏捷的敏，就是刚刚4月份往生的。往生的第二天，他放了50000条鱼，他女儿给他，然后念那个烧了几十张小房子，请师傅看一下现在在哪里。杨苏敏啊？对，苏敏。哦，看到了。嗯，短头发。嗯，同修的母亲是。嗯。等等啊。嗯，好。什么时候走的？就4月份，上个月刚刚往生。
还在中阴身呢。嗯，还在中阴身。啊，赶快啦，他有机会上去，嗯，至少阿修罗呀，赶快念的，念的太少了。嗯，啊，好的。需要多少小房子，师傅？67张。好的。师傅他临终前跟同修讲，让他求地藏王菩萨帮他念地藏经，他需要念吗，师傅？我问你一句话，他走的时候他是菩萨还是神仙啦？不就是个人吗？嗯，对。他人的人的话你能听不啦？嗯，对，不能听。对，好了，要好好念小房子。应该怎么，啊，应该怎么超度嘛，就应该怎么超度。嗯，他自己学佛，他是一个人，他只是说啊，他知道地藏王菩萨，他当然也可以念了。嗯，他就他怕下地狱啊，他就靠地藏王菩萨保佑保佑他呀。嗯，对不对呀？嗯，如果他能够，嗯，对，好好修心，他说不定能上去呢。嗯，好的。他生前学其他法门的呀，嗯，他学其他法门的。哦，嗯，哦，有的，有的，我看到了。哦，好的，好。嗯，好，感谢师傅。那天录音，师傅最后一个亡人是关正文，关是关心的关，这是正确的正，文章的文。2016年往生，念了几十张小房子，现在在哪里？男的。对，男的。上次给他看在哪里了？上没有看过。关正文呐。啊。对。关门的关呐。啊。对。关正文。关正文。对，几几年过世的？2016年往生。怎么找不到他了？啊，找不哦。嗯。哎呦，应该投胎了。我投胎了。嗯。哦。家里给他做过佛事不啦？我不清楚，是一个同修的父亲。你问他做过法事不啦？超度了呀。嗯。好的，做过庙里做过法师们基本上投人了呀。嗯嗯，好的，好，让他自己听录音。好了，好的啊，师傅今天啊，今天就问到这里，同修自己也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。师傅保重身体，师傅您弘法顺利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，师傅再见。再见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